我辉仔，97年出生，金牛座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没有回我们那个村，而是选择留在这座城市打拼。从小我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踏实努力，老实巴交的我很好的践行了这一点。这是我的女神小美，大学同学，喜欢她，但我从来不敢表达，她并不知道拿我当闺蜜。小美青春可爱，性格单纯，喜欢粉色。毕业后我们也经常约在一起，但还只限于好朋友。每次聚会都少不了这只死胖子磊子，我的大学室友，西北汉子。他也喜欢小美，被拒绝了 N 次，但还是前赴后继。他的勇气大概是他爸妈给的，没有固定职业，却无拘无束。喜欢开车，靠父母赞助的28万和自己花呗套现2万，成功喜提一辆宝马三系。小美这份我买了，你快转账。AA 制说好啊，万年不变。前有渣渣灰，后有扣扣灰，抠死你吧！你咋那么抠呢？你说你，哎，钱转你了，下一站去哪儿？老规矩，咱们去 K 歌吧。终于有机会送姑娘回家了。选择上差五，第一是因为她的颜值符合我们90后的审美，第二价位合理，10万块钱即可拥有人脸识别、全景天窗、远程启动、语音控制，还有就是车联网，性价比很高。对于我来说，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。当然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它有无麦车载 KTV， 小美一定会非常喜欢，有它我就再也不用跟那个死胖子抢话筒了。咦，换五毛把它改成小美喜欢的样子。出来唱歌呗，我请客。哎呦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那必须得去啊！下班就过来吧。喜欢吗？必须喜欢。呀，长安欧尚 X5， 这车运动哦。蓝鲸 1.5T 发动机最大热效率40%啊，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32千瓦，最大扭矩300牛米，快赶上我那台 2.0T 的三系了。最近我看了很多改装版本，都是那种很 man 很酷的。你一个大男人贴这种粉色，会不会很娘啊？又不是给你改的，上车吧。I'm leaving home for the coastline, someplace under the sun. I feel my heart for the first time. 我们今天不是唱歌，你们来江边干什么？今天换个夜店风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那我们去哪儿唱歌？上车，走。And there's a place that I've dreamed of. 小欧你好。在哪？我要唱歌。好的，想唱点什么？我要唱大白气球。话筒呢？我要跟小美合唱。这车自带无麦 KTV， 全车都能大合唱，这么高级的。小美，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。不害怕搞砸一切。
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痕迹。不是都说宁愿坐在宝马里哭吗？扣扣会把这个10万块钱的长安欧尚 X5 改了个无帽停特效，这么赢姑娘喜欢。哎，我的宝马算白买了。哥们儿 ，AA 制 ，A 什么呀？那唱歌又不要钱，还 A， 天哪！唱歌不要钱，空调加油不得要钱啊？一人10块。太抠了。